味极鲜好吃一点吧，是吧？味极鲜是不是好吃一点？这太多了，熬起来是费力，费力了，太多了，这个味极。味极鲜好吃一点，老粗饭。这是大肥了，你要吃吗？辫子啊，98分，看上去是不错啦，我炒的，但这个就应该要炒久一点，太多了，这胡萝卜要炒久一点，等下炒熟一点，要不然那个有点硬硬的，是吧？有点硬硬的，等下炒熟。多放一点盐，让他们吃了，下次不让我炒菜。明天继续炒，我明天要上班，炒菜。吃鸡鸭不吃皮，你吗？我也一样哎，我吃那些我也不吃皮的。这个猪肉我也把那个皮给吃掉了，放了呀。你看，看，下午上班，下午不上，明天上班。明天上班炒菜，明天在家炒菜。豆腐干没有。我觉得这盐有点少了，多加一点。怎么一样的呢？我也不吃肥肉的。我爸爸也不吃肥肉，我真的是一点肥肉都不吃。这肉要炸的那种干干的，我还会吃一点；再干一点，我还会五花肉吃。那肥肉我是一点都不吃，真的是。再干一点，我是会吃，打点水。我咸一点啊，让他们那个。这一盘菜有两盘了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盘子装不下，这个会装不下，太多了。腊肉肥的我也不吃，腊肉肥，打九分，不是10分吗？没给你们拍给你们看，他们两个都在睡觉呢，吃完早餐又去睡觉了，现在还不起来。